郑智勋化身为自行车选手，在新电影《自行车王》阎浮桐中饰演从卖血的小贩变身成自行车英雄，成为当时朝鲜人的希望。润为了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下了不少苦功，电影中所有自行车赛事的镜头都由他亲自演出，高强度的练习让他大呼정말이번작품을위해피나는노력을했고요이션배우님도아마이번작품때문에운동을좀아마평생이렇게많이해본적은없을거라고생각이됩니다저야뭐늘몸만드는데있어서이유산소운동을사실굉장히좋아하니까요근데좋아하는저도자전거를타면서참고로그냥저는이제바퀴두개달린거는잘쳐다도보지않습니다而在片中和润一起接受选手训练的李诗燕，两人骑自行车的实力究竟谁更强呢？자전거는제가이시원배우보단잘탑니다일단뭐연습량도제가훨씬더많고요자전거대결하면제가지고요연습량이일단차이가많이나요지윤씨가한100이라고치면저는 50? 반정도그정도밖에못했던것같은데江苏拉子在片中饰演独立运动家，有很多帅气的武打动作场面，变身女打仔是不是很辛苦呢？못을힘들었다기보다는주로낙법과 네좀안전하게잘촬영하고잘구르고네잘달리고아프지않게 、네、그런거를많이연습시켜주셨던것같아요무술감독님께서